便宜五块钱。啊，便宜五块钱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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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偷喝酒啦，我一偷喝酒脸就红了。你这个人个性内向害羞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人生难逢机会准，我这个嘴呢，对，喝好几种酒，有你嘴。对，其实喝完也就是，其实那这也就是一种酒，就叫葡萄酒。哎，那书记这么没有吃饭啊？他不吃饭，他歇你的。哦。开车路处罚他，他早就吃过了。这个司机跟我认识多少年？这奇怪，怎么没吃？这个司机我们公司常有客，还不错，人很好，人很好啊。嗯，那请他吃饭。他哥哥我们也认识。那请他吃饭啊？怎么没？吃了，他吃了。哦，他吃过。他不会哈。那你这体力靠什么维持的？体力啊。照相的是好的，那个好漂亮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没对啊。那照的好漂亮的。哎。哇，这长什么味？这长啊，荔枝，荔枝，这是荔枝吗？嘿，荔枝，不是啊，是啊，荔枝啊，荔枝啊，嘿，荔枝，大家开始在结果呢。你那个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个手上啊，嗯，这个叫做那个旅行那个什么？旅行记录器。哎，旅行记录器，嘿。就走到哪里，它有那个什么导向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导航一样。嗯，不会迷路的。你要用 GPS 把它开到田里面去。我买了这个 GPS。
也是开始在结果了呢。你看，这开始那个嘿啊。高面的，高面的就是。哎，你这不会用什么塑胶袋啊？嗯，你这不？哎，结果了啦，嘿，这可能迄、那个，可能各位的迄个成熟啊。有的拢结果啊，有的拢结果啊，有的拢结果啊，结果啦。哎，你这样嘛不用塑胶落啊。一件变的。哎，那个酒放在下面啊，酒放在下面啊。你这几家是蛮拉黑的，四盒一盒是两，一盒六瓶，对，啊，那是一瓶。